如果单比魂力，我当然不如他，但乾坤破魔的威力取决于我的精神力，我才敢放手一搏。咱们的任务都完成了，接下来慕白、马红俊、奥斯卡、朱竹清、宁荣荣，海神第四考通过，魂力提升一级。小五陪伴通过海神第四考，奖励叠加。唐三以智取胜，将损失降到最低。第四考超额完成，海神亲和度增加10%，总亲和度35%。你的海神亲和力已经到达30%以上，可以使用海神之光了。这就是海神之光。海神之光象征着海神的威严，虽然没有攻击力，却能威慑一切海洋生物以及海魂师。我相信这种温和而强大的力量对你会有很大帮助。李小五复活，终于只差一步了。
爷爷，我通过了第五考，天使亲和度提升到了40%。九考出现，不但代表着你拥有惊人的天赋和心性，也意味着六翼天使将受到致命的威胁。只有当亲和度达到100%，你才能拥有毁灭敌人、捍卫天使荣耀的能力。无论多么困难，我都一定会完成。现在我只想知道我的第六考是什么。不骄不躁，很好。你的第六考就是，在我的攻击下，坚持一炷香的时间，实现1年。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你的身体和灵魂后，我的实力有了极大提升。但要尽快将第二武魂修炼至封号斗罗级别，我必须